经查，二层所有宝物，包括您的宝珠，尽数丢失啊！什么？你可查证清楚了，千真万确。大胆飞贼，那些宝物被尔等藏在何处了？还不如实招来。我没偷宝物，宝物被真正的飞贼偷走了。我且问你，你们去藏宝阁是去做什么？ 我们是去找人，还敢胡言乱语！你二人混入藏宝阁，定是去打探地形，准备为晚上的行窃做准备。我再问你们一遍：深更半夜到藏宝阁，又是去做什么？那女飞贼住在御来客栈，想必丢失的宝物也在那儿，你们可以去查。还敢诬陷他人？ 之前本官之所以不拆穿你们，就是等尔等露出真实面目。我们不是飞贼，满口胡言。女飞贼在扬州屡次作案，致使多家财宝尽失，闹得民怨沸腾。哼，但是刺史英明，借此鉴宝雅集，一是为了筹款赈灾，二是布下天罗地网，只等你们这些飞贼来投。白天与你们假扮书生之人，定是你 的同党，那些宝物定是被他藏起来了吧？若你们真有悔改之意，便说出他的下落，或许本官还可以对你们从轻发落。之前我还觉得你是个好官，现在看来，真假不辨，是非难断，简直是个昏官。放肆！大人夙夜未公，一心为民，反遭你如此污蔑。大人，不如先打他们每人20杀威棒。 不然他们断断不会说出贼人下落。我看你们谁敢打我！我爹可是南武林盟主林天南，我表哥可是当朝状元。哼哼哼！大胆刁贼，还在满口胡言，冒充朝廷命官眷属，罪加一等。本官已给你们机会申辩。 你们却是满口狡辩，冥顽不灵，那就休怪本官动刑了。打！啊！既然他想逞英雄，那就如他所愿。打！李逍遥，快起来！你干嘛？你别动！快快快！把我放了！将二人收监，全力抓捕贼人同党。是。